穿黑衣服的华航地勤主管下跪向旅客道歉，画面流出引发轩然大波，不少人质疑旅客是不是太阿爸。还原整起事件起因是拿不到行李。我们班机延误才跟我们理解，行李绝对是你们的问题。我今天可以站在这边，随便你们怎么骂我都可以接受。我们不是要骂你。原本大阪飞桃园的华航 CR153 应该在当地时间下午2点起飞，台湾时间4点左右抵达。25号的班机受凯米台风影响，延迟10个小时起飞，抵达台湾已经是隔天凌晨2点。旅客折腾这么久，最后还在行李转盘苦等3小时领行李。哎呀，状况啊！台湾都是没有运送的人员了，不是啊，回来了，都回来了。旅客在地勤面前抱气拍桌，面对质疑声浪，也有其他人跳出来强调大家乖乖等了1个小时，直到华航柜台询问才知道没有人搬行李，得等到凌晨5点半才能拿，更质疑地勤完全没有广播，甚至态度也很硬，反拍旅客，一直拍一直拍，你拍我没有意义，没有什么要拍呀、啊，我拍你吗？知名插画家巴奈顺子也搭同一班飞机，就在私人脸书发文质疑华航当下冷处理的方式非常不友善，是用下跪方式转换为受害方打同情牌。刚刚有一个阿姨订了饭店，我也订了饭店，退不了，现在去睡吗？我们安排了接机，等太久取消。待会要自己这都不能赔偿。对此华航回应，感谢一线同仁坚守岗位，也盼大家谅解台风期间执勤辛劳。内部信则力挺员工，提到同仁于执勤时遇不理性旅客，公司不会认同。东森新闻生活中心综合报道。